对，我每次都没有炒，所以味道有点不一样。对，要先炒的，那味道会比较香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借我过一下。好，太阳吗？太阳麻烦你哦。没有，待会你们可以出去走走，帮你们带小 baby， 然后你们出去走走，散散步。OK， 可以去逛逛啊，约个会。好久没逛了吧？拜拜，阿江在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然后休息一天的话，我就这样。头发真歪掉了。要不要放下来？就是这样可以。想起来了。你在那边叫我去拿棉花吧。好。轻轻的。不要太深了，你奶油，轻点。哎，你这二十九年耳朵最干净的一次。不可以下雨。哥哥，你不是一直说很想看烟花吗？不行吗？我也是对小杰发现了很多事情，也给我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吧。其实我就是一直很想要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，所以可以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做，然后一起完成。然后你这支笔好漂亮啊。这个超舒服，舒服吗？好痒哦。走吧。你好像超级玛丽哦。玛丽哦。哎，应该是哎。早安。艾莱讲早安。艾莱讲飞得很开心。